大家好，我个朋友呢，伊可以拿上海话讲得来像韩国话一样啊。咁么今朝阿拉就来教伊讲两句啊，跟我念啊。嗯。侬谈朋友了吧？侬谈朋友了啊？侬结婚了吧？侬结婚了啊？侬养小人了吧？哎，这侬养小人了啊？那你再用日文的这种语气。日味呗。对对、啊。哪一句？嗯、侬养小人了吧？侬养小人了啊？拍着玩呗，就搞笑。突然想到的，对啊，就自己觉得搞笑，然后觉得发出去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推广上海话，所以才会一直教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说上海话。就是主要是他的这个笑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觉得他笑得像一只羊，不是，不光是单纯像一只羊，像一只羊在解手。没有，有人私信我说：“妹子，你还在吗？”